这个辅助金让我可以贴补家用，谢谢。谢谢，有没有问题？那我们中秋节可以加菜啊，谢谢啊。有没有感谢？哎，谢谢基金会啊，那我可以吃这个糖果。现在要去买，今天就给吃一个礼拜，谢谢。所以你们这些中秋节哈，特别讲啊，恁头先哈。会当讲，会当申请是如何，吼，计是如何的吼，啊，拢做会当啊，五十位啦。所以这个时间吼，啊，前日了吼，大家其实资料上吼，平常时啊，咱有来代表会遐各代表啦吼，代表会遮，啊，拢来申请，就是吼，帮忙啊，申请袂过，啊，啊，但是资料确实就是咧了，啊，我讲用遮的工课吼，一定去甲你关心遮代志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希望讲当时顶个爱心，会当把咱咱中秋节吼过讲非常个好，啊，啊大家有一个吼，伊也今仔日你只啊，发一个红包5000块，啊啊现金啊，咱过一个中秋节吼，咱请个爸爸啦，好，感谢，谢谢。华丽来到家哈，那我们代表这个旺旺集团蔡衍明爱心基金会啊，来家中秋节哈，跟大家关心一下。那个我们旺旺集团呢，在分别嘉义人行动员的港边了哈，所以呢，我们旺旺集团在宜兰这里啊，这个两个工厂从最早的这个设立到现在已经高龄啊，所以呢，受到这个杨主席的邀请，我们来到头城啊，中秋节来关心大家，看看大家啊。另外就是温创当地的因为我们在全省哦，那是做些爱心呐、啊、所以呢，今天中秋节都过两天就到了，所以很开心，今天从台北来这边看看大家，跟大家说声中秋节快乐！蔡衍明爱